干啥嘞？来，班长。回来了。咋了？矿被变了。啥？下爆了。锅子薯全炸了。 人家供销社决定的，没办法。他说呀，我帮着捎到县城卖去。太麻烦了，不麻烦。我这一夏天就白干了。人家说了，明年要是不下包，明年再说。哎，不就是些矿吗？粮食就给你买完了。太麻烦了。 那汽车要烧油，油可贵了。不怕，我到县城去拉罐头，空着也是空着嘛。瞎子，来家送吧了。知道了，就这了啊。你们俩就别操心了，交给我了，啊，村长。啥村长？早就不是了。说不要就不要。 睡皮了，说不要就不要。 妈，人让了，扔家轰了你多少回了，咱们给记性。姑奶奶让了，妈，人让了，让给孩儿，别买台电视机。 没用处，你有用处。你要是有用处，我也吃这个住。说话也不干。我变了一下天，说不要就不要。 面咋没拧上？嗯，咋给忘了？干了就拧不上了。
快备烟。吃不记打，那个脸像猪一样，就那么好看啊！你那个脸好看，搂着个男人收获寡。收不收获寡，你说了不算。俺家胡子带着伴呢，别肉臭了，架子还不倒，你男人不是村长了。哎，说对了，不是葱杂呢，肉也臭了，就等着你那一身肉上架子呢。我撕烂你的嘴！快快快，快回去！闹算了。二莫，骂两句出出气就算了啊。我撕烂你！快回去！闹算了。没用处，喝了两年了，有啥用处？你说，买个带色的电视机，要多少钱？那要看大小了，咋说也比他们家大。电视机是个啥？是个蛋。房子才是鸡。我就说没用处，和啥也没用处。能耍嘞？耍不闹。Thank you.
脑刷了，这是。起来了。哦。这就给咱拉走了。让我看，你得更上他。太麻烦了啊！麻烦我说，不麻烦。装不下了，下次再装。那卖不了咋办？我还能卖不了？小子，你看这猪咋不坏事了？要坏事了就叫狗了。不了，让耳目更上你，还能搭把手。行行。小子，嗯，我给你打个车到县城外甥家住几天。哦，行行。二木，上车吧。我坐车顶上就行。嗯，我来，我来。把肉摔死了，就是你的事。闭嘴。109个框，3块2一个，
收入才是2.5块，多了不少啊。我说没问题就是没问题嘛，一共是348.8块，你数数。数算了，不用数。哎，还是数数好。数算不用数。哦，哎，我该拉我的活去了啊，你买完了面就在百货公司门口等我。哦。哎，别乱跑啊。哦。先称重大。二木，走吧。这电视机可正大。县城就这一台，县长都买不起。走吧。外国人咋说中国话？哎，人家电视台想说啥话就说啥话。不行了，早上我就说住不还是你让我闭嘴。闭嘴，我看看。扔，看有啥用？都快死了，你也不管。叶哥还好好的，今个我喂他刷，刷都不吃。哎呀，还挣的不行了，就躺在那儿哼哼，刷都不吃。肯定是闹着鬼了。闭嘴。那电视机正大，外国人的黄毛都看得一更一更的，那色儿可美着呢。你给人家的猪下了药，水皮中的。人家瞎子说了，县城就这一台，
县长都买不起。吵架归吵架，闹这事儿是要遭报应的。咱这些矿可卖了个好价钱，一个就是3.2块。你问问这钱是姓的。我就没见过个钱。你抓走人家瞎子的车。我不管，矿卖的就是钱。让我看，闹这事儿就快该法办。我要吃饭。没看见你妈正忙着呢吗？你就不能做个饭了？还能干个啥？胡子，帮你把吃面去。胡子，鸭子也到了。你是个耍记性，说不去就不去了。给你买个电视机，比他家的大。抽烟啊。抽烟抽烟抽烟。他妈，啥事儿？没啥事，住宅了，也没啥给你的。来，你看，你看，这没完没了的麻烦你吗？还不是看你村长的面子。哎，不是了，不是村长了。这回把矿拉完了？完了，完了。你看这个耳目，他不识好歹。你就把他当成个屁，夹着也难受，往下一蹲就放了。没啥没啥。
八毛钱一包，我全要了。一块。一块就一块吧，全要了。买不买？不买。你们俩买我的吧，我的好吃，来，买我的吧，他的好看不好吃，来。这商店咋了？判跌了。啥叫判跌？判跌就是不开门。哦。他是用这个好吗？麻烦了。闹啥呢？愁嘛。我不愁的紧。钱不好。钱不好咋了？啊，好好好好好。闹饭了，抓了抓了你。吃饭嘛。我不吃。来了啊，吃饭。嗨，中餐西餐都有。钱不好啊。哦，太贵了。不贵不贵不贵。浪费钱嘛！我饿了。这菜可好了，快快！那你去吃，我等着啊。来吧，来吧，来吧。你不吃，我也不吃了，我就饿着肚子开车了。哎，我这有鸭座，快来吧，快来吧，有鸭座。浪费钱嘛！浪费钱嘛！吃不了，浪费钱。还有点啥？吃不了，浪费钱。再说啊。啥东西？国产新产品。喝。我不敢喝，像猪血。要不死人，可甜了，喝。哦。啥呀？不骗人吧？啊，好好，赶上糖水了。哎，撤撤。你不撤，我也不撤了。秀他爸，嗯，你们家那猪是我闹的。一头猪嘛，其他闹错。然后你肯定不会再下药。那可保不准啊。撤好了吗？嗯，可是好了，走不动了。老板，三张。我看你太不容易，一个女人家，啥都要干。命不好，秀他妈就不受这个累啊。哎呀，踏实的算。皮松肉烂的，皮眼的绳子去都懒得扣出来。男人有本事就行了嘛，一扯屁股一毛眼就把钱挣了。哎，钱多了有啥用啊？有么个男孩，我就喜欢你，你们家胡子。那就让秀他妈再给你生个男孩嘛。看他有那个本事，自己不会生，看着人家的男孩就有气。胡子来看个电视。你看他那张脸，我就想一脚踹死你！你想闹死我啊？
吃了吗？啊，没吃。你也没吃吧？我回去吃。回耍嘞？媳妇他妈给孩子回娘家了，我都给你坐下了。还是你们家的猪耳朵，好吃吃吃。饭不好吃。饭不好，吃饱，吃猪耳朵。我在县城给你找了个活儿。啥活儿？有个熟人承包了个国际大饭店，你去做麻花面。能挣上钱啊？县城最大的饭馆，人家用的全是机器，又省劲又挣钱。那比我这挣的还多。你这算个算呀、啊？你的房子要多少？比他们家高三层砖。哎呀，你这地势特地啊，用石头垫高。那整个院子都得加高。不用了，就把房基地垫高。那啥了？亮亮地盖房。啥？盖房。不盖房。谁批准的？你懂个啥？电视机是个蛋，房子才是鸡。房子鸡不要，要个蛋有啥用？人老几辈，哪有挣下钱不盖房的？早就不是村长了。一个女人家，你想个啥？你倒是男人，管不管男人的事？我在县城找了个活儿，挣钱多，明天就走。挣下钱，我就买县城最大的电视机。
忙耍了。耍球不闹。办急事包完了，二木咋样？能干能干，在里边忙着呢。老师，哎，呀，哎，拜托到劳，拜托到劳啊！谢谢。哎，咋了？把书压断了。二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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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木。不是你呀、啊！手断了，过敏肌。送医院，送医院，慢点，慢点。慢慢，用下你的车，血流的太多了，人死了我算了。行行，哎，多吃点肉。哎，需要对血性了啊，全上车。哎，血流的太多了，帮忙上医院，帮忙。帮忙，轻点，轻点，帮忙！哎哎，找着了吗？行了，行了。我不抽，我不敢抽，我不抽，我不敢抽吗你？行了行了，不抽，我不敢抽。行了，拿个袋儿领钱去。咋还给钱啊？啥事？再抽一瓶。胡闹，任雪又不是谁。再抽一瓶吧，女人嘛，把抽也白溜了。那也不能连着抽，你不懂。那就抽这只手。二木，哎呀，你闹啥去了？你闹啥去了？买了点吃的，营养营养。不要，啥不要？抽了血一定要营养营养。我不要，你自己留着吃。
木啊。哦，关上门。这在城里干活住的也不咋样，还不如自己家。挣钱太不容易了。你咋来了？来看看你嘛。我又不是个孩儿，看啥？你看这些个女人啊，为了挣钱，连家都不要。现在这女人都能行了啊？哎，人家二嬷也是为了你和胡子嘛。照我看，这钱多了也没啥用。女人嘛，还是本分点好，过日子嘛。谁不出来挣钱？反正钱多了不要扔，是不是村长？耍村长？不是。哦，胡子呢？哎，得了个奖状，跑了个第二名。苏念的不咋样，跑的倒挺快啊。拿着，读个梦。哦。售货员，我要看电视机。售货员，我要看电视机。你看吧。你莫看，我咋看呀？看哪个？最大的。你买不买？我先看看。拿钱给你看。电视机没坏吧？这8岁的孩儿能穿不？没问题。买对情侣衫吧，这男的身上写着我是一片云，女的身上写着我是一根草。我就要这两件、啊。哎，好好，那个大的12，小的8块，一共20块钱。嗯、啊，你们别乱摸，别乱摸哎。给钱。闹算了，你那钱又不好拿。我走了啊，你还有蒜要往回烧的，烧上个扔，蒜扔。没事吧？这叫子才2岁，干不成活了。我看这驴好着呢嘛，没啥事。哎，你别管。您看咋办？驴是你装的，干不成活了，你看咋办吧？赔你些钱咋样？不是钱的事儿，干不成活了。赔你300块钱行不行？不是钱，干不成活了。400咋样？不是钱，干不成活了。500，就是这了啊。能买个驴了你？啊？这不是钱的事情。哎，我这手你不能不管吧？那你说咋办？咋的给上5块钱吧。
砸了，车坏了，能修好不？修不好了，那咋办呀？没办法，天都黑了，黑了就黑了嘛。还算呢，我在这儿呢。我还有你没了呢，这里面也没有。这是个刷车，中看不中用。人家说了，这车做不成，做上就用。哦，哎，走吧。不走，咋了？回去太早。你先到别处转一圈啊，等天黑了再回来啊。哦哦。嘛活儿没？你不要命了？回去，烫到了起不来咋办？没啥事。你没啥事，我可有事了。妈，电视机买了吗？
要汉熬吗？去抽你懂不懂？我不懂。我就知道你不懂，钱多了不要认，你懂不懂？啊，这我懂。哎，学费不是涨了吗？没有呀。小王，咋还没换班呢？一会儿就换。来个馍。
扔了吧。莫扔，莫扔。刷，像不像显秤的刃啊？你坐好。王刷，下了半辈子，这才看明白，我就不信。我非要把那个皮松肉篮的给绣了不可。把胡子带过来，给绣一块玩。电视机也别买了，要俩要算了，我那有一个就行了。哎，抹，脸上也要抹。胡子他爸咋办呀？咱把村长养上，一定要对他好。他想吃蒜，咱就买蒜。他想串蒜，咱就封蒜。再生了几个胡子，我看您行。你卖血了，你不想活了？我血多，流了也白流了。你这叫算。叫残物扔到。他说：“我每回啊，先喝他三大碗盐水，抽的一半是血，一半是水。以后你再卖血，我打断你的腿。”闭嘴！钱是个算，人坏了那是一辈子的事。我就是一台电视机嘛，我有的是钱。我不要你的钱。算我借你个啥呀？你挣了钱得还嘛。我一句话，叫你们老板给你加工资。我不要你的钱。你这个人算账算得很。他到底给了你多少钱？我要他的钱多少？我每次拿的钱都不对头吗？我不是告诉过你吗？钱多了不要扔。老三，吃饭。浪费钱吗？吃吃嘛。捡了金元宝了，哎，吃饭嘛。不是，到底是啥意思？你就不能吃我一顿饭？我把扔去换了。二莫，这是啥意思？我告诉你，我不是卖炕的。你说的是啥话？我要钱我自己挣，不用你偷着给。饭馆的人全说是你养着我，就我不知道。我养着你咋了？我就是要养着你。那好，就照你说的办。让秀他妈走。
我再加个劝火肉。好是好，二妈，这是大事。好是好，我看你以后就动下三点吧。你咋都不是个好歹呢？你每天让老板多给我10块钱，一共是50天，500块钱，你数数。二妈，你还咋说来就来了？你这点钱买不起我，也就能配个驴。老板，算账。我让你挂上那个大电视机。看多了就看坏了。还要熬上，文火才能熬到，再加点汤，那要太苦。
在火上烤烤，你咋又忘了？胡子呢？秀叫走了，看电视剧去。好了，过年前妈给你买个电视机，全县最大的。快把我的腰弄好，我就能干活了。还有你干活？挣钱买电视机嘛，往上。哎，等把钱挣够了，电视机也让别人买走了，白费劲儿。他说，县长都买不起，谁也买不走。往上点儿，哎呀，再往下点儿。啊，好，就这个地方。干粮长凉了，再烤烤。二嬷，你记住，你是好人，我不是好人
我痛的地方啊。下去，下去，咋了？咋回事？救护车，救护车！快快快！架子被人打了，在县城搞了婊子了，婊子后头跟着地痞子，你不过去看看人家，人家对你那么好，有本事就搞嘛。到这会儿我才看出来，人家瞎子还是个好人。在屋呢，几年了也没来过，别把我往外赶啊。快来来来，我给你坐来。二莫，你去看看秀桃吧，把点心送过去啊。看个啥？他还长了脸了他。二莫，这邻居住着，你不要脸面，我还要脸面。你说我有啥对不住他？不就是没生个男孩吗？他自己原来是个啥？穷光蛋。这两年闹了个破车，赚了俩钱，就嫌我避重就轻。一回家倒头就睡，还管炕上有个老婆。避重就轻，那石头棍子倒是硬。你抱着石头棍子睡觉去。他也就这么一回，我看他说啥也不敢了。二莫，他把你弄到县城，让我往你这儿想，好让人不知道他在外边还养着个爷子。你说这野货他咋就那么下贱啊？一见着钱就脱裤子，一脱裤子这王八蛋就把钱往上塞。男人拳头一个呀，别想怎么爽，咱不打死他。我看那些人也不啥本事，这要是我，我把翻不过身，胡儿他爸也翻不动他，让你回去了。还得回去伺候这个王八蛋，等伺候好了再出去护岗。膏药贴上，好得快，管用吗？忙往替，忙往替，不穿米缝。不够钱。
看不够天。将就是喝了吧。这钱咋少了？没么少，那他的五块子里边还夹着两张十块子。哦。咦咦咦！胡子，这么早还没刷节目，都有好多我叫你啊。我妈全够了，我妈全够了。瞎子，别出。走！让我看，胡子长大就给我当女婿，秀长大了给胡子当媳妇儿。哦，说成外国话了，每天都要说上一会儿外国话，完了就说中国话。啊，当然还是说中国话。售货员，给我买个电视机。买哪个？九七。就买这个最大的。这得用多少电？别太快！哎，我往前头拆，来，来来，这儿，来来，赶紧！你别摸！你别摸！不行！那不行！来，从这儿，上，从这儿，来，慢点，搬后头。哎，切！哎呦，那这，慢点，来，我哪个？哎，来。让我看，夹到杠上试试。来，慢点，小心摇不成水了，咋办呀？来，放这儿。那就打不开柜了。那，上炕。
那人咋睡觉呀？不怕，挤一挤咋都睡了。来，抽烟。高一点，高一点。行不行？不行，再高一点，再高一点。慢慢啊，好，再高。哎哎，再往这边转转。这样啊？不对，转反了，跟我们家那一样就行了。啊。哦。不行了。那好啊，咋还不说让赢？记错，咱现在还没接好呢。肉馅和好了，全体包饺子吧。哎，走吧，也走吧。走行。你们也去啊，一块吃啊。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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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了。你还脑子真快。哎，你先帮着二墨把店接好。哎。二墨。坐那儿别动啊，看你累的那个熊样，饺子好了我叫你啊。爸妈让你弄完了回家改片。就来。别动，挠坏了咋办呀？二墨，我看你不该不明白，男人有了这么个事不算个啥，女人可丢不起这个人。我都照你当天线了，我哪算老面呀？二墨，你是不怕冷啊？咱是吃冻豆腐啊，还是吃冻肉肉啊？哦，就来就来。就着就严上了，你咋还不来？你这个号，自家的就不能看了。我自家的大。哎，给点孩看去啊。蛋子，你说。有没有比他家还大的电视机？有怕是有，县城是没见过。咋了？你还想要算？闭嘴！然后把它交给了四分卫，四分卫交给了身材不太高但动作灵活的卡拉斯，他巧妙偷袭得手。这是抓了二墨。是个耍兵，没耍，累坏了，不怕。何勇，看二墨立成双了，没耍，不怕。这电视机真大，县城就这一台，县长都买不起呀、啊。别当兵了，看不着了，快走下。否则的话，将由对方派系为攻方，而自己则参加防守。这也是外国人打架？对呀，还得打穷家，懂个耍。那是打架，是打球。哦，打的啥球？这都不懂，这叫垒球。哦。来福，我看大伙儿都爱看，小学校也放假了，明天你把那些板凳全拿过来，让大伙儿坐着看。啊。行，我甭提。你看，到底是老村长吗？哎，不是村长了啊，早就不是了。
爱情生活呢？你想知道他的爱情生活吗？我对他这方面不感兴趣。是吗？这样，你付我双倍的工钱。到了晚上，我邀你到我床上和我在一起，不是他。我还想要更多的乐趣。你知道，你我没什么乐趣。好吧，你想得到真正的乐趣，我们这就开始。世界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零下八度到零下三度，北风五到六级转三到四级，东京多云转阴，六到十四度，曼谷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悉尼多云转阴，17到28度，帕拉提晴，17到32度，开罗晴，15到27度，莫斯科晴转多云，零下19度到零下12度，法兰克福小雪转阴，零下6度到零下1度，巴黎雨夹雪转阴，零下4度到1度，伦敦阴转小雪，零下5度到0度，纽约多云转阴，2到11度。这些照片呢，是我们采景的时候拍摄的。这有县城的街道、县里的医院，因为二毛要卖血，有医院的景，还有他住的客店，他卖筐的土产公司，他干活的那个城里干活的那个饭馆。这边呢，主要是一些外景了。他跟那个吴瞎子偷情的那个水库，这底下最重要的景被打了底下了。就是这个村庄，就是二毛居住的这个村庄，这是在赤城县长山地选的一个村庄。就是我分镜头的时候，为了方便工作用的。这就是他们两家人，这二毛家、吴瞎子家，两家人的那个俯视图。因为这边吴瞎子汽车就停在这儿，卡车，这卡车大概全中国也没第二辆了。就在楼下，到时候你们可以看一看，那个卡车挺神的。这边呢是我们将要拍的这百货公司，
那台大电视就摆在这儿，这边都是铁锅、扫把、塑料管啊、水桶啊什么那些东西，跟电视一块卖。这上面呢是医院，这个地方是二毛抽血的那个医院，这条主要街道。这张图呢是这部影片总体的一个曲线图，从第一场戏到结束，几条线分别标明着不同的情绪曲线、人物关系变化和这个二毛的主要的这个为了买电视所进行的一番奋斗吧。你是啊？你啥？灯位比昨天高是吧？今天没关系。还有多少？你看看那个骨头，这是一种，或者是一个鸡翅膀什么的都可以，或者他扒的米饭你啃一个也行，还有一种就是你抽点一根烟，他扒的米饭，着了，吃饱了，走不动了。至少他是个农村的能人，比较有一定的活力，属于这么一种。导演限定我们演员把握人物角色的时候也是这么提示的。现在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完成了导演的那个什么吧，导演的意图啊。农村的一个个体户嘛，也不是很好的那么一辆车，所以有时候也经常出点事故什么的，有时候没有刹车了，有时候没有方向盘了，但是呢还都是没有出事儿，而且呢拍摄还算比较顺利。现在呢我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这个车的性能技术，基本上掌握了，所以呢逐渐的这个负担也就心理负担也就减轻了。我叫艾丽啊，我是蒙古族演员。困难嘛比较多，首先是学方言，其次带来的就是人物这种他内在的东西特别的就内在东西特别的要充实，那么不能去演戏，一定要特别生活。二摸这个人物呢是特别要强的一个女人，那么她的丈夫里里外外都不成了，家里也有个孩子，那么呢很要强，为了买一台电视机呢她又要拿脚踹面，卖麻花面，还要卖筐，甚至要卖血，就到了这种地步，不就是为了买电视机？开录音机。正常。41场，2镜1次。开摄影机。开始。好了，报班，走不动了，班长。好，再来一次啊！不行，不是，那吉普车不能在那儿那么。报班，班长。来了。知道。好。哎呀，你们这是老耍了！你白回家，你们这是老耍了！哎呀，一个女人家，你想着耍呀？没个道理。就我觉得这俩柜子有道理吗？他这还有那个啥呢？你看试试不能，说不能的。不是为了这个。狠一点！你看过那个集中希特勒那集中营，就那么出去。你俩不是那样。哎，不是，我跟你说的可能过分了点，我就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弄现在了啊！不抽血，就是到酒精擦完，点酒擦完，酒精擦完就完。
我说开始以后你才能扎啊，嗯，现在不要扎，我还要开录音机、开摄影机，还有好多事儿呢啊。你把针头放下去。没事。你待会儿啊，可以擦擦，你可以往那边伸着脖子看一眼。等会儿，这样。扎了还是没扎？好，实拍。对，别动了，别出声音了。话筒太低了。话筒已经进了大框了。已经进位了，定框了。没进小框。开录音机。放。64场一镜一次。开摄影机，好了吧？摇三遍，等于三个脚，上一下。哎呦！声音录。你作为一个演员，为了体现这个真实镜头的真实性，真的超了你的学。你看你有什么想法？你谈谈。所以演员为了这个镜头的真实性，抽了这么多的血，也受了很大的痛苦。所以就是作为一个导演，你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才叫演员。